卫舰上起飞执行任务，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SH-60K 直升机，全白外观超抢眼。不过20号晚间一场夜间训练，却惊传两架直升机坠海。根据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资料，第一架直升机在当地时间20号晚间10:30左右，在伊豆诸岛的鸟岛附近失联。大约1分钟后，海上自卫队收到飞机上的紧急讯号。25分钟之后，发现另一架直升机也失联，但确切失联时间点还在调查。機体の一部と思われるものを洋上で確認しており、当該2機は墜落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ます。SH-60K 直升机是日本自行改良的机种，前身是美军 SH-60 海鹰系列直升机，通常搭载在护卫舰上，全长约20公尺，双引擎设计，能搭载4人，机上配备潜水艇侦察装备。这次夜间训练就是进行潜水艇搜救任务。まずは何よりも人命の救出に全力を尽くしてまいります。防卫省表示，事发时周边没有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船只，已经排除受到他国影响。由于第一架直升机曾发送紧急讯号，这类讯号只有在机身受到冲击时才会启动，不排除两架直升机可能在空中相撞。時間がもう少し近接している可能性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か。そうですね。時間が近接していた可能性もあります。事实上2017年 SH-60K 前一代直升机 SH-60J 就曾在青森沿海发生坠海事故，造成3人不幸死亡。这次事故两架直升机上一共有8人，失事原因还需要调查。防卫省已经下令同机型训练任务全面停止，等待调查结果出炉。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